欢迎大家来到图书馆新手村。你可使用图书馆电脑或自己的行动载具挑战第一关。使用图书馆资源，请记得先开卡。首先进入图书馆的首页，于中间画面点选借还权益启用的按钮。在阅读完画面说明后，请点选中间的开始签署。稍后我们将进入账号与密码的登录画面。有关账号与密码的相关说明，请详细阅读右边的视窗。填写完基本资料后，回到个人的信箱，点击连接及完成启用的程序。恭喜你完成了第一项的任务挑战，让我们一起迈向第二关吧。